日前某天下午，搜狐视频获悉韩庚的新片《前任攻略》在位于高碑店的中国传媒大学校区进行拍摄，当天下起了毛毛细雨。搜狐视频在一栋教学楼门前发现了剧组，进行拍摄的那栋教学楼前建有一个假山凉亭，为整齐划一的校区楼平添了幽静的气息。搜狐视频看到拍摄人员把凉亭团团围住，照明灯和摄像机对准了凉亭内的一男一女，那位男士正是韩庚，而那位女孩则是因为跳水节目中博得素颜女王美称的女星王丽坤。韩庚当天身穿黑色休闲西服和蓝色休闲裤，梳着鸡冠头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看上去一副公司小白领的造型。而王丽坤长发披肩，化着淡妆，穿着浅黄色针织外套和灰色长裙，形象清新素雅。韩庚和王丽坤在凉亭说话，韩庚表情严肃沉重，而王丽坤手里拿着好像一本证书，面容真挚而含有深情，两人看上去就像一对即将大学毕业的恋人，在商量着他们的未来。据搜狐视频得知，当天是剧组第一天拍摄，而进行拍摄的情节也是平淡无奇，就是韩庚和王丽坤凉亭谈话的镜头，现场吸引了不少大学生围观。拍摄间隙，韩庚和王丽坤心情都不错，两人一会儿轻松交谈，一会儿到监视器旁看回放，对拍摄非常认真。韩庚与人交谈时不时爽朗大笑，对大学生的指指点点也以微笑相对，举手投足尽显大腕风度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独家报道。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，我是森丽。